这不想佛呢，就打妄想。诸位要知道，妄想啊，就是造轮回业。所以你知道这个事实，才晓得可怕。我们一天到晚都在造六道轮回业，六道轮回里面还不造三善道的业，专造三恶道的业。三恶道是贪嗔痴啊，贪嗔痴的烦恼重，天天起心动念、言语造作，都是在干这个。一转眼就是来世啊，来世堕三途啊，你说多可怕？所以佛教给我们了，二六世中念念向佛，一佛念佛，以佛为境界，不想别的了。那么我们在十法界当中，我们造什么业？我们造佛法界业。不仅是造佛法界业，我专造西方极乐世界的业。这个来生到哪去？一定到西方极乐世界吧，就这么回事情。西方极乐世界，经上讲得很清楚，诸上善人聚会一处，这一句不能疏忽啊！我们是不是善人？不要说上善呢，我们是不是善人？如果不是善人，这佛念得再好也去不了。为什么呢？阿弥陀佛接引我们去，西方世界大众拒绝。所以说拒绝，你不善，你不善入到我们团体，把我们团体搅坏了，不让你去啊。